孜然香菇这样做又香又辣，做法还非常简单。锅里不放油，先把香菇炒干，水分备用。油热下蒜辣椒爆香，再放干辣椒孜然和孜然粉，小火炒香。最后倒入香菇和屏幕上的调料，翻炒一下就可以出锅了。爱吃香菇的朋友，这道菜值得一试哦。